海报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子儿。和家里人一起吃个饭，然后看看周末能不能出去玩一下。今天这个活动，一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而且本身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小少女心。我觉得是因为圣诞节本身就是一个让人说起来就会觉得红色啊很温暖的一个节日。今天就是穿底下是一个长裙，然后是 Hervis 的早春系列，然后上面是一个小衬衣，但是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有设计感的衬衣，跟我之前想的还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挺喜欢我的大学生活的，就是因为觉得不管就是以前拍过戏还是没拍过戏，大家都是一个起点，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期末压力应该跟大家都差不多，就是紧张，好好准备，好好准备就没那么大压力了。从小到大好像一直觉得自己是差不多想干这行的，我觉得有皱纹是一件挺性感的事情。简单舒适，我会跟身边朋友说，然后我也会跟我姐姐啊妈妈说。还好我基本上想干啥就去了，就去干了。对，我记本现在放在兜里在上学。